Hello，Hello，hello？ 超久没有在厨房做菜，从 冰箱秀逗，然后到都是跑出去外面玩，在外面做菜，然后超久没有在厨房做菜，但我都有煮饭哦。Hello，大家晚安。好，我现在看到慧文，晚安哦，好久没有见到面啊，你贴了图，流口水了。大家想吃润饼吗？我今天在电视台呢，已经录完润饼了。润饼真的果真很受欢迎。然后我们电视台的企划，因为节目上录完，我赶快啊包给医生啊。现场来宾吃，然后现场的料还有剩，我们的企划赶快呢端到外面，果真企划瞬间变成润饼摊的老板娘，然后呢那个摄影大哥说过来偷渡，赶快半卷啊一卷，然后很开心的，今天医生也跟我说，女生的医生告诉我说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润饼，哦，好开心哦，然后那个还有医生。男生的医生问我说：“这一卷成本要多少钱？”伊讲要叫我去开润饼店。好，大家晚安哦。好，那我家里面呢，因为前年蔡阿嬷离开嘛，那就没有过节，然后也忙，所以我家整整应该有两三年没有包润饼了。然后我觉得很多妈妈可能也会想说啊，那个润饼哦，得用较麻烦。然后的荷包啊，可是我事实上，我今天做节目，我就发现好多人爱吃润饼。但是我今天在做节目的过程啊，也得到了一个就是感受，听起来大家不爱润饼那个丝丝落落这样的感觉。所以今天来分享我的这个润饼的心得。好，跟大家分享哦，就是润饼的这个概念哦，一年好，对呀、啊，所以今天如果喜欢吃润饼的好朋友，现在哦看到大家都在贴爱心哦，好喜欢吃润饼，那我们今天电视台节目的主轴，当然因为排播的关系，讲到了清明，清明的这个时候，其实刚好已经是天气春天要转初夏。很多季节蔬菜的转换，所以是比较明确的。那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时候的蔬菜。那在清明节最经典的食物应该就是润饼糕。那也有一说就是寒食节。那我记得在这个韩良义韩姐写的一本书里面，他们也曾经开办了一个就是润饼宴、润饼节。把这个润饼当一个宴席去办，然后阿发斯也办过，用这个研考的台湾美食的角度去办过山海宴，就是一个润饼里面包山包海的角度去包润饼。那其实，在台湾小吃里面，润饼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吃，里面会有好多的蔬菜。会有各式各样的食物，就是每个土豆腐啦、有肉啦、有虾啦，吼、哦，会有豆干啦，吼、哦，有辛香料啊放在里面，所以会有山珍海味放在里面。那在台湾有，其实在对岸的福建哦，比如讲厦门，啊是讲金门，因为包一个贡藤那个贡藤在里面，然后有的人会包那个。对，像跟他麻烙这样子放在里面。那你在台湾的中部，好像泉州，他们有他们的吃法。那台湾中部有的人包油面在里面都有。那南部的，像我们在台南的油面，那个润饼，它清爽，就是菜是清爽的，没有油脂的。那我来到台北，到夜市去的时候，就会发现有那个专门的工具，老板会拿。一个拍子，然后把那个烫有一点点咖喱汤汁的水，拿两个那个像那个网拍一样，把它夹到那个水跟油脂是离开的。那新竹有里面包红糟肉的，
风格很多，那每个人都有自己原乡自己的风味。那如果从小你的阿嬷或者是妈妈有包润饼，就会有这个你记忆中的味道。那我就觉得说，可能随着现在大家怕麻烦啊，还有润饼皮好吃，这样是没一点好吃。那我就觉得可能这种东西现在家庭的有当下不是每一年包，那就变得很珍贵。今年我节目做，我自己也觉得好开心。虽然今天我很早就起来，每一个东西都要准备。那我今天呢做节目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分享，就是寒食节这个时候季节交替的时候，人啊胃口会比较不好，然后变一个方式来吃你家里面的饮食，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那润饼皮它是一个面皮，就是一个淀粉质，所以它是一个主食，那会有很多的蔬菜，所以它会有肉类，会有蛋白质，会有像豆类，会有辛香料，所以它是也是一个很棒的全食物的概念。所以它换了一个就是适合这个季节的，你胃口不好然后换一个方式来吃，所以我刚刚说这是一个很合季节，我们人啊换季的时候胃口没有那么好，那就很好的吃的方式。那配合的吃法，在这个季节刚好什么春天萌芽，所以会有一些新芽的东西，可是呢很刚好的就是还有一些冬令的蔬菜也还有，那刚好就呼应了我们在这个润饼糕里面，好，就润饼卷里面可以看到很完整风貌。那我把它大概整理，我等一下要开始做这个润饼里面所有的东西，我把它大概整理好，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，对，就是好多的蔬菜。那我把它整理出来几个，就是如同我今天在节目上面整理的，这是我的习惯，就是我在家里面的润饼一定会有的东西。 我如果要包润饼一定会找齐这几个啊，比如说这个季节现在的高丽菜，不管是高山的平地，像我今天这个是平地的初秋种的高丽菜也很好吃，还有这个时候的芽菜也特别好吃。所以人家今天我说要要包润饼糕，就有好朋友说要包润饼糕里面一定要有豆菜，说这样早上才会嫁到好翁，好，这样我今天有包豆菜。然后再来这个时候的红萝卜也是新收成，然后所以有红萝卜。然后再来我会有一个挂吉，这个是里面很爽脆的一个口味，然后我为了给大家看哦，我没有把皮削掉，等会再来削。再来还会有芹菜，我就会我的蔬菜盘是这几味，然后这个是蔬菜，就是膳食纤维的部分。那蛋白质的部分呢，蛋白质的部分我们分为植物性的蛋白跟动物性的蛋白质。那植物性的蛋白呢，来宾德武很经典的就有倒瓜，就有豆干，豆干传统会用那个黄色的，过节的话会有那个黄色的，黄色外面用那个质子去染色的那个黄豆干，那现在没有过节，那就没有，或者是有的是色素，那我基本上我就会用白豆干，这个是植物性的蛋白。那除了这个植物性的蛋白，这等会我会去炒，然后再来我们朱小编看到他就头痛，他说妈妈我要糖多不要豆豆，那我们在这里面什么都可以，这个植物性的蛋白这是我早上就烫好了，这个毛豆煮熟的毛豆。然后可是在台南呢会有这个季节特有的，就是台南会有这个红地豆给撒好色啊，要撒嫩还是要炸脆都是随你的。那你知道电视录影就很麻烦，就是材料你要备好，然后还要备一份生的，所以你知道我有一份材料已经现在用光光，这是我留着晚上家里的，然后我还有一份材料是做节目那现在带回来了，所以我现在这份生的材料我等会要烫水，我就把这份材料给媳妇，不然的话我现在开始煮水，
我喜欢煮它绵软，所以我现在煮水的时候我就开始去煮它。那你可以看到这些就是植物性的蛋白质，好，就植物性的蛋白质，好，我把它现在开始去煮它，好，那就是会有这个煮熟的豆子，你家里面就用一种就好啦。那像我们朱小编就算妈妈备了，他要包的时候，不管他自己包或者是请妈妈包，他会跟你说我豆豆我不要，那就反正就让给客随主便嘛，哦，就是我们啊，不是啊，是老板娘听客人要买什么嘛，哈，哦，一共的后啊，点怎样，好，哦，好，那再来就是这个豆干，我们等一下要炒它，哦，所以我们豆干等会要炒，好，然后再来就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完了之后，就有动物性的蛋白质，哦，对，动物性的蛋白质。那动物性的蛋白质啊，我今天在节目在讲说，我从我阿嬷的那个年代，我妈妈的那个年代啊，就是会有三珍吧。好，哦，刘爸，你应该也是喜欢吃三珍吧，对不对？嗯嗯，哦啊，不好意思，我给他做健康好生活，所以没有三珍吧，真的没有三珍吧。那我用的是这个鸡胸肉，好，哦，就是蒸熟的鸡胸肉。那这个蒸熟的鸡胸肉呢，就是只有简单蒸熟，拆成丝，好，哦，拆成丝，然后可是我没有味道，现在我要把它调味，好，哦，我要把它调味。你也可以把它等会就是用五花肉，然后五花肉呢就把它我们一个一个来，哦，好，我在这里面呢调一点点的盐，然后呢因为它是水煮的鸡胸肉啊，你如果有油葱你就加点油葱啊，我这个有老葱油，哦，我爆的老葱油，啊，爱有咸哦，那我就用原味，就是像葱油鸡一样，没有你就去那个 Seven 买一块酥肥鸡胸肉也可以啊，是不是很方便？你要什么烟熏的啦，你要什么口味，你不想弄你就去买一块也可以啊。好，那这样子有吧，你可以帮我闻一下吗？话是不是葱油鸡的味？是不是葱油鸡的味道？好，哦，今天连我姐姐齁都闻香而来。好，然后我现在把这个鸡丝齁剥好的鸡丝，葱油鸡丝放一边，好，整好了，好，然后再来刘爸，你帮我拿一个熟食砧板可以吗？然后我拿一个手指刀，好，我手洗干净了，我就先不戴，我手洗干净擦干，我就先不戴手套来切手指，因为我手是洗干净的。好，然后没有三珍吧，可是孙子小孩他们没有猪肉，那有一个包润饼很受欢迎的，就是我家乡的乌桕白香肠，好，可以小条的哈。包润饼卷你可以买什么烟熏的鸡肉，你也不一定，现在就是你可以用自己的想法
哦，然后爱吃饭，你这些东西整起来也是可以配饭的哈，没有说一定说啊，这些一定完全都要那个弯转用轮边搞，它也是可以当拌菜。好、哦、像刘爸一定会是一碗饭，然后再来一个那个，所以家庭主妇就是你的润饼宴。好，那我现在是不是把它配好了？那我在整理另外的蛋白质的时候，像这个动物性蛋白，我还有一个就是虾子，好、哦，就是虾子。那这个虾子呢，我今天早上呢把它弄好了，已经剥壳，我是用全虾去白灼弄好的，然后剥壳。那我通常像这么大。要包润饼里面，我也较优秀，我还会把它怎样？再变开，哦，那当然，有的人会说啊，那我就用小一点的虾也 OK， 但我喜欢这样子，虾大，然后它有脆脆的质感，然后这样片出来。会有类似那个跟它龙虾啊那些质感的丢啊，哦，然后我现在煮豆子的水，让它在那个豆子的水滚了，煮一下，我们就那个水把豆子煮好，我就可以拿来烫菜。可以看到，我就把虾子也片好了。没有，我要切哈，呵。好，然后这片好了，然后两个豆豆。我要放凉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我等会还有一个两个蛋白质，一个就是蛋皮，一个是豆干，我们等会要炒。但是比较重要的是，等会这上面我还会在这上面配新香料，好、哦，那等会新香料我们再来说。好，然后现在豆子让它煮。那新香料的部分呢，比较特别的就是在这个季节，好、哦，会有很多的，就是在这个季节。是一个新发芽，然后会有一些新香料。那这个比较特别的韭菜是这个季节要吃的，一月葱，二月韭，所以菇菜哈，采、哦、菇菜，够上酸辣，哈、哦，酸辣也是这个时候哈，登丢席的物件，哈、哦，还有再来盐水，哈、哦，盐水都是这个时候登丢席的物件，所以这些我们等一会呢。就找时间要把它配在这上面，好，就是你的盘边啊，你就可以把它配起来。好、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这个豆豆，我们来看看它 O 不 OK？ 我把收拾砧板先移开，然后呢，新香料也放旁边去。豆子它需要一点时间煮一下下，我来刨那个。苏比。好，然后我利用它煮的时候啊，我再串我的红萝卜丝。
这红萝卜丝我已经把它炒起来了。然后啊，因为啊，这里面啊，红萝卜丝是生味最重的菜，所以我会提早下去煮。好，那现在豆子啊，我来看看够软了没。可以啊，软更吗？够了。我跟你讲哦，跟吼，我弄不弄，我煮咩都袂爱吃。然后啊，现在捞起来，热热的，对不对？热热的，趁热哦，热热的。赶快放盐，不要外盐。放一点点的盐，这样豆子才会有味道，它会缩那个膜。毛豆就不需要，安尼红豆豆就刷咸，伊才袂碰烘。然后等它冷了之后。妈妈比较细心，我其实会把它剥开，哦，这是我的习惯。好，所以这是这个豆子。好，然后水，煮红萝卜丝煮软一点。好，再看它剥可以。好，然后来削这个挂棘。我胖妞跟你好好叫，我姐姐今天闻香而来，要来我家吃润饼了。好，这个挂棘的皮是用拉的哈。洋地瓜又名洋地瓜。到最夏天的时候啊，它就会更盛产，很耐放，拿来做粿哈、哦，要清明的时候做粿，非常的好用，内心我喜欢，哦，做那个潮州粉果，已经在这里面沸腾了，芹菜。芹菜可以最后，先高丽菜跟豆芽来。
不好意思哦，工作台就这么大。比的量，对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很努力的在煮红萝卜、哦。我也不喜欢红萝卜、哦，但是配在这里面，它可以吃得很足，可以都吃下去，而且算好吃，所以我还是建议要放，而且是这个季节当丢失的物件。芹菜先不要下，其他通通都来。全部撸干净。倒菜，而且我的豆芽叶子芽叶我没有摘，但尾须我会比较挑剔一点，我会把它稍微的摘掉，比较嫩。翻一下，用水烫，没有任何的油脂。等会轮饼的油是在那个头倒呼，好。就这样子，好，杀青了，芹菜准备下来，先沥水。不要太久哦，太久把菜烫过了就不好。在意的人，会说水还没有开的人，把菜先捞出来，重新让水再滚一下，再下去一烫，立刻起来，就是让那个水全滚。好，让水全速走出来，很快会滚。好，那在家里面要请你找一个工具，这是我今天带到电视台，找一个有深度的盘，大或小，照你家里面饮食的需求。找一个有洞的，不管是金属竹篓都行，但是竹篓请你务必要刷干净，好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好，刘爸早上就看我全程在处理，哪怕我带去做节目，没有人看到我怎么做，我还是这么做。好，这个是我放进来，水全程都滚了，再一烫。到热水里面撸一下。上来，
竹篓，到水里面烫一下。好，就这样子，然后烫过了，开始用夹的。香吗？有吧。嗯，蔬菜香，满满的蔬菜香。很香很香的蔬菜香哦。环状，水才不会有呆生水。所以第一次只要烫到热水软化就好，让它开始把生水通通吐进去。对，所以我的润饼会当放在遐，放到安这要开始做，做到放到到尾啊，伊拢是呆。好，然后中间。这就是放着，然后刘爸今天就会知道要拿去哪里。拿去吹电风扇。拿一个。拿一个什么？你要干嘛？拿一个放在底下，它水会流下来。不会啊，它也会比较会透气。不要啦，安尼袂栽啦，不需要啦。你安尼较好啊，安尼嘛袂栽啊。不会啊。好啦好啦好，安尼这样会透气。啊，刘爸讲安尼较会透气啦，哈好，好，对。加过了，但是别你们就自己。今天重点，我们今天放轻松哦。好，这样子，这个是蔬菜，然后呢拿去吹电风扇，这样子很快。好，刘爸，你拿去弄电风扇，我要把台面整理干净。你拿去吹电风扇呢、啊？你机器不用动了、啊，你动啊，哎，躺好哦，你要摆倒哦，等下就无人吃。好。豆芽一根一根，什么可以不要这样处理吗？没有嘞，食不厌精，秽不厌脆，上俗的物件上高纲，很噩梦吼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要用电风来吹啊，好，然后这些都是没有油脂的，所以我用很快的速度。把门弄起来，我要把桌子桌面撸干净，然后我们来煎蛋皮，弄刚好。很快啊，没有，其实并不难哈、哦。最难的应该是如果清明要去摆那个啥。龙虾皮应该是最难的。好，来，老板，你帮我抹布，我拿我的抹布去哪里？哦，我看看，我的。我看看好了没？我可以插播一个东西吗？你有听到滴滴声吗？嗯、有吧、嗯？你有听到滴滴声吗？嗯、我去看一下我的烤箱嘿，我马上好哦。
终于清干净了。好，来，我把这一盆锅子的水。没有，我今天润饼皮买现成的，我订的。等会，我们等会再看润饼皮好吗？今天还有一个好玩的东西看，等一下哈。先把我锅子洗起来，这样比较利落，比较干净。好，等下嘞。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。好大一个。超级大一个 ，maybe 可以再十分钟再来开烤，再十分钟烤，再十分钟再来烤好了，好，再十分钟，我听到他的滴滴滴啦，我收工回来一面再。把我从电视台整理回来的东西整理干净，一面再开始准备东西。我在做一个 party 面包，明天是植树节嘛，明天是希望广场，还是新北市农会120周年庆，下午有植树，我要去文山农场植树，要去画画。总算是九弯没给植树啦，然后带孙子要去画画，也画画写生，然后阿嬷做了一盘野餐面包。好，来，那我们现在来撸蛋皮嘿，来蒸蛋皮哈，好。那我刚刚擦面包里面的蛋液在这里，老师，一般家庭没有哪个东西老师为什么不用打干水分的磨器打一打，那是热的耶，怎么打，那是热的耶，你热的它还会一直出水哦，你就算你打完了你放一下下，它等会还是会一直出水啊，所以用脱水器是不通的，它会随着你一直放置的时间，它会无止境一直出水，所以那个是需要一直放着。好，那我们现在，所以你在家里面有这个啊，你是说那个沥水篮吗？那一般的家庭你有各式各样啊，你菜你用这个蒸饭盘啊什么的东西都可以啊。你要把镜头不对焦，好，就是你在这个家里面菜，你只要上面有一个盘， 有什么各式各样的工具，你找到 OK 的东西就好了，好，然后我现在在这个要煎蛋皮，里面要放盐，要有咸，然后油，要把一点油，然后我要纸巾，不是热的，而是一个碗而已。Mary， 我听不懂。你指的是什么？是菜吗？好，我现在把蛋，在这边我总共今天晚上我们家我就做了两颗半的蛋，应该可以摊三张。
韭菜哦，韭菜是生的，这个时候的韭菜嫩，所以不会多。对，可是这个不能用脱水器，这个是烫熟的蔬菜，所以用的不是脱水器。我脱水器最近天天用啊，因为我早上吃生菜也是用脱水器，但是这个是烫蔬菜，所以它要自然的一直滴干。好，我把油倒下去，用干净的纸巾把它锅缘都擦干。对，两颗半的蛋，因为半颗刚刚涂面包啊。爸爸，麻烦你那边生食再手指再反再给我一张。洗一下手，有没有摸过蛋壳？好，然后一张起来，另外一面靠一下，好，然后就可以把它。好，然后它又要烙出香味哦，蛋皮要有耐心哦，要烙出有香味哦。对，我喜欢那个虎尾啊，虎尾给它订一间润饼店，有包油面的，非常喜欢。我如果有去虎尾，一定会去买。好，靠着用余温。好，然后像现在这样，每个妈妈都很骄傲哈。弄润饼对妈妈来讲是麻烦的，可是。对于好，安尼好，然后再等下放下好冷，咱就会当切啦。好，然后锅子同一个锅子，我们就直接我要来准备切豆干，那个炒豆干。那我豆干喜欢有一点点的厚度。先回吃，可以素豆油吃。
饼皮教过了哎，但今天用现成的，觉得。好。加汤哦，好，这个很胖啊，要把你帮我放大姐哈，哇，好香啊！刘大厨，你放你很胖。我要去喊阿胖啊哈，我要去喊胖啊哈哈，恁应该咱看伊出路的型啊。大哈，这两天咱变出大模糊。熬哦，好，豆干要有耐性哈、哦，要煎到它老皮。要等会呢，那个卤汁它才会吃得进去，咸味它才会吃得进去哈、哦，不然会没有味道。好，那我现在把这个香菜擦干了，把这个干爽的香菜。虽然香菜有人爱有人不爱，但还是得准备，像我们小青蛙就爱，麻生也爱，雷克妈也爱，看起来了，好，哇，有啊，豆干安尼，诶，已经袂破吼。对，好，酱油，凭感觉哈，每个人。家里面火先关掉，锅子有热度了，要有咸，没有咸不好吃。熟，熟诶！你甲刘爸讲恰恰水吼，我还我以为你咧甲伊讲叫伊爱加水。好，我重新开哦。徛路啊边徛久哦，嘛有一间变大厨了。我有放油啊，好，旁边出来啊。
啊，再给它加一点水煮软，好，酱油味道出来了。好，那只有酱油的味道我自己还不是觉得，因为里面啊我们的味道好像，我呛白虾的时候是有放盐跟米酒的，那我炒豆干我会再放一点点的白芝麻油跟那个就是鱼露，对，会波子刷鱼露哈、哦，还有煮好一弄好入味，够好煮好一那个味道吃进去，这样子包在里面几片的豆干，它也能吃到有足足的味道。然后味道才会有层次。哦，老刘干不冰姐，吹一下吹一下 OK 吗？有比较多吗？有哦，好赞哦，已经开始接近完工的阶段了。有放油，等一下还要补白芝麻油哈、哦，好啦，干了，不见水分了。好，包润饼就是尽量水分干。好，再来白芝麻油，啊，拌一拌就跟卤味一样。首童谣，跟着大口袋，大口袋，小小一碗来，明明我无爱。这时候，啊，有的人不要，所以妈妈你千万别把它放在里面，炒了会软，哦。洗干净，不要带水，一定要晾干。一月葱，二月韭，这个时候的菇菜、头茶、韭菜最嫩。啊，我见无起来不着好，伊就烂去啊吼。一个新香料，就是冬天的尾巴，现在还有的吃。所谓的蒜苔啊，蒜苔已经出来了，可是我们用的就用这个酸啊灰。好，蒜苔也在这几天市场上面都可以买得到。菇菜灰这几天也都细嫩，有的人会抹蒜泥酱，有的人抹豆腐乳。
蒜好贵，是新蒜吧？蒜苗还好哎、欸，蒜苗应该是六七十吧。好，然后可以看到蒜苗就配在，对，好，蒜苗就配在香肠的旁边。吼，那现在呢，可以看到，我们来摆。颗补煮的豆子也凉了，也可以放上来了。还没，还不要急，不用急。好，然后中间放糖，糖的部分花生粉是一个基调。那我自己的习惯。细砂糖跟花生粉配比是 2.5 到3配1，所以可以看到哦，1 2 3 4 5，我用了5汤匙。2汤匙的当然这每个人可以自己蒜苔很贵，对，用蒜苗就好了。其实我们节目上也买了一把蒜苔，我冰箱里现在就有。好，就这样子。那我们做节目嘛，就健康实验性的节目，所以还是会以健康为导向，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在家里面，我相信大家会有，现在比如说会有吃芝麻，那因为整个的蔬菜它还是需要有油脂的搭配，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说你可以用芝麻粉，黑芝麻粉，因为毕竟它有钙质，所以还是会比花生粉来得好。好，然后芝麻酱也行，芝麻酱就直接抹在那个就是润饼皮上面，还有有的人会用这个虎蹄，好，虎蹄，那这个都是一个 很棒的提香的一个概念，然后就可以自己来做搭配。然后呢，这样子弄好之后，准备润饼皮，我就可以来包这润饼啊。好，我这里先来用好开，我最后我来拿润饼皮，然后我们准备来包一卷润饼，来做一个成品。这个盘子啊，已经是好事多开幕的时候第一代他们的餐盘。那时候出来的时候，这是我做食品展，我每一年食品展啊，要帮农委会做各式各样的布展展示，我都会收集很多的各式各样的餐盘，已经放到没有地方放，连我的房间啊，所有橱柜上面都是一组一组的餐盘啊，餐架。然后 我把桌面擦干净，然后我最后收拾干净，我们再来包润饼。好，我再拿皮跟大家分享皮怎么整理，然后我们再来包，我再戴手套来包。当然可以用乌鱼子啊，放起，当然可以用，放这。你讲到咱台南人哦，当然买当用乌鱼子。
桌面都整理好清洁了，现在全部通通都已经整理好了。好，那我现在来拿皮好吗？好，来，这一包是我今天啊，哦，所以这一套餐盘已经是十多几年，就几年，所以它应该是绝版买不到了，所以大家问，可能网络上你们搜寻看看，看看有没有人，就是，对，我觉得看看家里面有没有人那种有让出来的吧，哦，所以这好啊，这是我今天从节目，制作单位就录完带回来的，就是这样，然后我们在。外面店家你买回来的时候就是像这样。那我现在先来戴一组，我戴手套起来，我来整理整理一下。就如果你拿出来的时候，买回来你还没用的话，哦，你妈妈，我会这样啊。就是我今天请企划他们帮我直接先折起来这样子，然后我会用干净的布巾这样盖着，然后把它收在它原始的袋子里，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子把它折起来。那如果你是整叠，比如说你是前一天买，好，你不要当天去排队，你是前一天买，那不好意思，前两天买也都 OK， 你就放冰箱冷藏。那你要回热的时候，炒菜锅、架子、水放上，不要把润饼皮先放进去，先煮滚，水先煮滚，让整个锅子里面的热气都是沸腾的，都是很等于是里面很像一个三温暖室的感觉。然后你就把火关掉，把火关掉之后。这个饼皮你再放在盘子上，然后把饼皮整个放进去，稍微就在里面好像蒸三温暖一样，不要再开火蒸了哦，然后放着它就在里面捂软，捂软之后就可以拿出来，它就会回软。那如果你想要的是，哦，比如说今天用完了整碟的饼皮，哦，是没有吃完，那不想丢掉，你想要留用，那请你要放冷冻库。那放冷冻库的使用方法，就要把它像我刚刚这样对折折好之后，比较等于说不要让它整个叠得很密，这样子折好，用袋子把它包好，放冷冻库。然后未来一样的冷冻库拿出来，不要解冻，也是锅子先热好，像三温暖室一样，然后火关掉，把它放进去，直接在里面就是回软，然后回软就可以拿出来用。这是在家里面可以使用的方法。那至于里面你们想要包什么，哎，南部人北部人包什么？老师，请问芝麻旁边的那个是什么粉？虎蹄，那种海苔。什么叫虎蹄？一种海苔粉。你试试看，你闻看嘛，刘爸，你试试看呢。嗯。对。你沾一点试试看。哦，好像海苔啊，嗯，对，海苔粉啊。嗯，哦，好，来，刘爸，你帮我拿一块那个。那个，对，就外面这个大砧板。好，我们来包了哈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包。好，那我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好，我把这个，你再帮我放一个砧板在这里，我才把这个架子，因为我怕盘子会烧坏。对，你帮我放这里。好，那我把。事实上它有点重，好，我放上来，好，然后这样子我就可以，我们来包轮饼哈。对啦，也可以当蛋饼，把它赶快用完。哦，这边剩小张的。我今天有买大张跟小张，
客气，就满满的一勺有吸丝功能的食材先来，就是鸡丝啊、蛋皮丝、黑菜。你可以，好，你要换角度没问题，你换，你换，你换，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然后菜已经凉了，拿上来的时候啊，对，看你自己喜欢什么，稍微的抓一下，抓紧，哦，它袂安冷冷。小 Q 一下，时尚要不要在那边？因为这样整个手都不会啊，我就这样子的。不是因为怎么样？你到哪一个位置，我就是手在做啊。没有，都一样啊。你哪一个位置都一样，你就这样啊。好，就这样，不然就只看到手而已。好，没办法看到。因为我还没有空播这个红地豆哦，我把那个膜给剥开，然后啊，加黑芝麻粉很香。再多加一点，好，我会绕圈。好，这张大张的皮啊，已经硬了。好，一圈。OK 了，还要再一卷吗？再一卷了。才不会比较干哈，因为一定是拿出来在那边折，它会招空气，所以我等一下拿一个蒸锅把它回屋一下。一定要两张，对，一大一大一小，我的习惯。小孩都嘛糖多，哦，能蛋皮，这也可以当成他们会吸汁，所以当成菜跟那个糖的中间的。这样菜会很脆。那有咸，朱小编一定会说我不要豆子，
丰富啊。囡仔来啊，囡仔要来吃饭啊。嘿，我要包有豆子的还是没豆子的？没豆子的。要加香肠吗？啊，等会下一卷。我要吃人家包好的。好。好。要加糖吗？糖多。好，我就一定知道糖多。好。好，这样子上去，不要急着过来。对啊，因为皮已经硬了，要等会我要回蒸。好，很漂亮了。好，就像这样子起来，加轮边糕啊，把春天卷起来吃。哦，然后呢，这就是在这个季节啊，很好吃的一个这个台湾小吃。然后大娘娘，我先来，我画完呀，哦。很漂亮哎，我来看，我先不好意思哦，我跑出镜，我拿一下手套，刘爸，你要不要跟我去看？看一下。YouTube 的话，YouTube 的话就没关系啊，看一下啦，来啦，看一下啦，我开一下灯给你看啦，我也，你知道啊，这明天带到户外应该很多人可以吃哦。好，可以再，我还要再下一阶段啊，我弄一下哈、啊。我把它折我在那个折叠锅的最大，都怕有人跌倒了。好，我要考第二阶段。不好意思，我通常在家里面啊，就是会这样，就是。就会一个时间啊，会做不同的事情。好啦，刘爸，刘爸，真爱住，是哈，刘爸 YouTube 的好朋友，多谢大家的收看。那大家那个面包啊，其实就是浓厚版的红豆面包。然后明天我去植树哦，然后下午回来看状况，回来不知道会是几点。如果明天我算算时刻呢，因为面包需要发酵要烤，他要讲的，因为我需要去拆断，如果没有就是后天早上我们来开。好，然后希望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再跟上这个直播啊，我看看哈。好，那刘爸优步的好朋友面包的模组是，拜拜。对，就是那个朱小编，你拿给阿妈妈。对啊，就是我，对，因为就是这个啊，就是这个锅子的那个还有一个，就是我拿了最大的，因为明天要去那个文山农场嘛，然后要去野餐啊，然后我就想说怎么样去不用拿刀子切，然后我就把这个锅的最外面那一盘拿来做了一个超级大的面包，然后。那个就手撕，就是等于说那一盘拿了就直接放在那个野餐垫上面，然后要吃的时候就掰下来，所以这个我就明天吃哦，然后把它那个怎么做，明天晚上如果来不及就是后天，好、哦、好吗？好、哦，喜欢的好朋友，看一下朱小编哦，朱小编来。朱小编很忙吗？今天蛮忙的。今天蛮忙的，好，呵，好，好，烤箱是气炸烤箱啊。对了，物尽其用啊，就是我到现在我的那个烤吐司面包，我没有买过吐司面包模，我就是从我入门学烘焙的那个棒蛋糕的模。
一个，然后到后来我再补一个，然后一直用到现在，然后我的模都是很省，然后我会去变化模型，所以长条模或者是没有，你在家里面怎么去找工具，然后像我要开直播，它可能需要有一份生的一份熟的，是怎么样，没有模型也能做，所以礼拜六或礼拜天我要做，我会跟大家讲说啊，你有这个长条模你可以这么做，没有你有这个锅子，反正这几天不是也很多人订这个锅子，你有这个锅你要这样子可以这样做，然后你真的没有模型你要做一个一个也可以啊，我就会跟大家分享，好吗？ OK 了，那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家就把春天包起来吃润饼卷，然后我只有煮一点那个菜头汤，然后有煎一块鱼啊，然后那个煮就是很简单，这样子就可以吃了。OK， 好，跟大家说拜咯。